近年新盘的供应重镇启德新发展区再度成为新盘市场焦点，拥有维港海景的跑道区，多个全新盘准备排队登场。其中由恒基等六大发展商合作的 Park Peninsula 地王项目天龙，势将成为今年第一个推出的跑道区项目。楼盘位于跑道区的前排，七栋高座和一栋低座大楼沿海而建，提供566伙，实用面积由351至1942方尺，主打三房四房大单位。最大卖点是近七成单位都可以享有维港海景。发展商表示，作为今个月内推出向海大单位的招标，而一房小单位就倾向日后以价单形式发售。展销厅设有以一座28楼 A 室为蓝本打造的四房双套房示范单位，实用面积1428方尺，而家就同你去参观一下。经过私人电梯大堂入单位内，左边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客饭厅，长近7米，阔约 4.3 米，面积约320方尺，空间非常宽敞，再加上 3.3 米的特高楼底，甚有气派。大厅以典雅的米白色和卡其色作为主调，例如白色的殖民混石地台，比家具的选择上加入香槟金色的元素，配上多幅特色图案墙身，营造时尚格调。厅区间隔方正实用，布局分明，饭厅摆放圆形的白色云石餐台，配以米白色皮面和亮橙色的椅背餐凳衬托，为厅区注入活力。而客厅就有一张米白色绒面梳化，前方有一张香槟金圆形金属茶几，并以蓝白云状图案地毡为空间增添色彩。大门的右边是厨房，备有曲尺型工作台，星盘旁边有一道曲尺窗，有助厨房采光和通风。台面、墙身和地板同样铺上灰白色云石面，风格统一。各式厨房家电齐全，厨房其中一角设有备酒区，装有电子酒柜、玻璃酒杯柜和台面，方便预备靓酒同朋友一起品尝。另外，电子酒柜的旁边更有一架移动餐车，上面是台面，下面就有各式层架，可以摆酒、酒杯和冰桶等等，亦都可以当系流动吧台使用，无论喺厅定喺房，都可以舒适咁品尝美酒，非常贴心。走廊连接四间睡房同埋浴室，细睡房用作儿童房，以粉色为主调。床头铺上一道白色羽翼状立体墙身，增添趣味和立体感。儿童房的对面的细房被改用作书房，摆放一张弧形书台，旁边是高身香槟金层架柜，可以摆书或者装饰品。
主人套房空间阔落，放置双人床之后，仍然可以有三边落床。床尾摆放一张休闲椅，设计上延续客饭厅的风格，以暖色为主。床头上加入一道皮革拼花的特色墙。睡房门左右两边分别有一组玻璃衣柜，提供大量的储物空间。再多靓衫、手袋和鞋都不怕无位摆。主人浴室是采用双洗手盆的酒店式五件套设计，展现豪宅气派。浴室选用灰蓝色云石墙，配以宝蓝透光独立式浴缸，设计型格。